那林信祥县啊，他在昨天啊，在台北市啊三岛市附近啊偷了一部轻机车哦，然后就骑了这部轻机车啊，那沿路走啊，到了建潭路啊，哦，就看见了瑞星银行，那他本来已经要下手作案哦，那因为机车没有，所以啊他又往前骑哦，他又换偷了一部重机车哦来行抢，那行抢完了以后，他将机车啊丢弃哦在路旁啊。那用步行啊走了一段路以后啊，陆续啊将他作案的安全帽还有水果刀啊沿路来丢弃，然后搭乘计程车来逃逸。